一生，望穿秋水看不破情味，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，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，远山枯荣飞逝的时光，无奈岁月化笔已如霜，但秋千里与你共婵娟，天涯海角我都清晰啊，你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啊？这个画质好模糊啊，就是不清晰啊，感觉好像就是你有一个视频，然后你这个视频发送过去被压缩了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？有感觉到的来扣波一我看看。哎，有感觉到的扣波一我看看。就感觉这个画质特别的模糊，像被压缩过。是不是？来，有这种感觉的扣上一波一我看看。不行，这个画质不行啊，上线了啥意思？三六哥哥上线了什么意思？三六哥哥你好久没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以为你把我给忘了。有，我录屏了。我要不我把电脑重启一下看看。这个画质不行，这个画质太模糊了。这个画质不行啊，太模糊了，兄弟们。我把电脑重启一下看看吧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是就是很模糊。好靓丽的美眉。